Lulu 浪漫见证黄子佼求婚，张小燕哭到流鼻涕。Lulu 出席车展活动，图片 Ota 提供2018万0402。Lulu 黄璐子音。今二日出席 Toy Motor 活动，谈及日前参加师父黄子佼求婚孟耿如的场面，他表示黄子佼事前相当保密，所以当他拿出钻戒下跪求婚时，大家都吓了一跳。不过在孟耿如答应后，当场所有人都大喷泪，更笑说小燕子先是吓到吃手手，接着哭到流鼻涕。露露透露，当天是黄子佼生日，没人想到他会求婚。而后孟耿如对黄子佼讲出：“谢谢你爱我，比爱自己还多。”全场更是哭到不行，众人都非常感动。露露也笑说自己的求婚希望可以美美的，表示黄子佼也有注意到这一点，刚好是在孟耿如活动之后求婚，妆发非常完整。好友们齐聚见证黄子佼求婚成功，图翻摄黄子佼脸书2018万0402。